你想腌什么？酸黄瓜？啊，是练魑魅哦。啊，原来是如此。魑魅魍魉，这个是这个东西是那个古代的冷气机吗？老头，我是大奶萌妹，想跟经纪人走吗？不要，秒拒。充满毒物。哦，如果我们一直靠近会扣血是吧？这边充满了毒，完了，完了，哇、哦！啊！我的 fuck！ 我要被毒死啦！其实扣的还蛮慢的嘛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、哦！这个会爆吗？哦，原来就是他发毒气的哦。找到然后并把他打爆就没事了。但是我还是持续在中毒。哦，他被毒死的。嘿嘿嘿，这个人是被毒死的。好可怜哦。哎、欸，谁拿石头丢我啊？是谁阴我啊，大哥？哇，这是矿工哎、欸！哇！呵呵呵好多矿工仔啊！哎呦，靠腰也掉下来了！哈哈哈！干嘛掉下来还真是有节奏感啊！他们掉下来根本就是一个团体的那种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动作一致。再来这个，靠腰是车轮饼，竹轮哥哥。弓箭手，不要闹！哦，弓箭手，我们死到一直戳啊！干嘛这样打人呢？林北受够你了！烦死人了！一直射，大鬼和骷髅也会很常见。其实我觉得 one by one 都算还好啦，妈的，旁边一直有一个在捣乱你的，就真的不好了，会很烦。这个任务后面有一些无底洞要小心。好的。哎，又来了，又掉下来了，好腰。不是那个地板根本就看不出来有问题啊。然后我把这个打爆就好了。什么啦？难怪刚刚有观众跟我讲说，有无底洞穴，就是他妈这个无底洞穴。流派还有习惯技能上中下的，刚开始先依武器选择防具，后期再努力刷装备数值。要先睡啦，晚安。负重高的话可以改成盾舞。盾舞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哥？盾舞。
唔知。这个门开了，准备要打王了。王房该走这里吧？啊？没有啊，没开啊。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拉呀！哎呀，这螃蟹吗？哇，蜈蚣，蜈蚣。这么恶心啊！很生气的样子，原来大白族，靠腰，奇怪啦！啊！开一下，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会追，很会追。啊，让他上不来啊！还是他有方法可以攻击我？上不来呢。上面有抽毒机，找一下。没有看到。应该在最上面，像是这个吧。要爬上来的，靠腰嘞！啊！哇，麻痹啊！好卑鄙啊！结果抽了好像没什么，哎、欸，有吗？我没有中毒哎、欸，他那个是 bug 吗？怎么没有那个中毒效果、中毒的那个 buff 之类的？中毒了，试一下。没有。错边了，丢！他干嘛？他后面那后面越来越短了嘛？吃咸菜，中毒了。中毒就中毒了。后面那一排已经没有办法做伤害了呢，就只能打头了、啊。拜拜。没，没有死。哦，又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现在是我的守护灵，又定大太刀。我想先来装备一下。他送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动画呢，打完就直接打完。他不是主线任务吗？他不是主线任务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结束了呢。啊，没有其他主线了、哦。哦，下面啦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主线任务，海明又起。后面有一本书能把技能重置哦。你说那个一万块的那个吗？哎、欸，驱魔师哎、欸。
单刀比大太刀强，可是大太刀九九很强，变身强。我已经听秀秋大人派来的使者说明状况了，盘踞在这一带。打火石，嗯哼，谢谢。伊卡多，伊卡多，不要射我，只有我可以射你。嘿嘿嘿。啊？很脏。水嘞？哦，你喝啊。啊，卫生纸你可以擦啊。九九流，完全冲九九。就会变超强的，九九凶陀螺也不错，变身流，后面会不会有那种所谓的九九流套装？我觉得一定有吧。你是在看三小？马上让你头不见！哦，干闹谁？错姐。好凶哦！啊，没关系，你放着啊。你不想吃就先放旁边，机会啊。神所居住这座岛。里面貌似有路可走。那不是要打完吗？嗯？那不是要打完？没那么快吧，这边才刚开始而已。白痴！把它推下去啊！这个啊？对啊。全身金色的装备。Hello。看，我觉得打人还比较轻松嘞。打怪稍微麻烦了点。他说回去啦。回去看墙壁。墙壁有什么？在那边。这个吗？看墙壁干嘛？那你没有出啊？在那边。在那边，可是我过不去。哪边？这个啊，鬼门。哦，这个。鬼门啊。这次呢，我们要好好的，我们要做什么？鞠躬。你有眼睛哎、欸！开门。不是这个、哦。挑衅。鞠躬，意思再鞠躬一次，再鞠躬。鞠躬。为什么我人这么 nice 吧？我。不要那么鞠躬啦，我要逃跑啊！我要死！鞠三小，林老师卡好嘞，林培对你这样这么的好、哦，这么的尊敬，你冲哪脚 ？Hello。啊！逃跑的时候还按到敬礼，我也不爽啊！你好，而且我也不爽你这个人。他哪时候会恢复原状啊？这谁啊？你看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人王学长，学长，学长。先拜，先拜！我想要换招式了。成功会直接消失喷物品，动作有分三种，颜色错了就换。你是说根据他的眼睛颜色吗？他们的意思是你要看他的眼睛才知道你要做什么动作。
看他的眼睛。哦，应该说颜色去区别吧。哦。好，你要试试看。好，这次我们认真哦。红色的眼睛，不乖不乖啊！不要再不乖了啦！他不管什么颜色，我对他做都没用嘛。你看，这是红色的啊，黄色的样子、哦，是黄色吗？黄色的，看看。我看到周围明明就红的，他眼白是红色的啊。黄色的，不是看眼白吗？我是看眼白欸，所以我才说红色啊。啊，是看眼珠哦。啊，好吧，我们之间的理解可能有点不一样啊。原来是黄色啊，哎，是是是是。那我们就来个黄色。Oh no！ 是呀。我以为要打。没有啊。给的东西也没多好嘛，真搞纲。不要射我！嘎，你老师哎、欸！不要射我！冲杀了！看，我觉得这有，我觉得这边所有的那个死掉的玩家那些刀中，80%都是溺死的吧？真的不意外呢、欸。你害了多少？刷！你刷，你害了多少人？这个也是溺死的、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摔死哦！这里怎么摔？哦，从上面摔死。好，可以。这个是摔死的。好哦，我害人无数。看那个弓箭手站那个地方，哇、哦，他那个等级应该很高哦，他应该获得不少人类的经验值。妈的，站在那边害人无数，进入那个啊，掉到水里这样。我要开到几点啊？我把这个网打完吧，打完我就关台啦。没有啦，因为我刚不小心又摔死了。我看一下这怎么死的，被妖鬼斩杀。好，这个怎么死的？溺死的。我就哎呦呦呦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会溺死了。我靠！哦哦，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会溺死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我操！先人祖先的教训啊！你们看我刚刚那个人物是这样子，单脚站在边缘，快要掉下去。干哈林老师、欸，哎，吓死了！我赶快把他打一打。对啊，鱿鱼啊！来了来了！让我上一下嘛，怎么打、啊？怎么打、啊？应该是会爬上来哦。是吗？那我差点掉下去。哇，长出小手手，这么高追啊！哎、欸，其实还蛮可爱的嘛，感觉。
勾追勾追，我等下变身打好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刚刚怎么把他的那个东西露出来啊？哦，会死人啊！好哦，看没有在烧什么东西啊？有点好笑，哎，出来了，他变小只了，哎，哇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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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哦呦。继续结束。无法呼吸 ，Task dead。结束。哎，我没看到。内府家康大人正面对西国的政治交涉。大谷教父殿。信州真田はこちらに着きましょう。しかし、東国は今や徳川が本拠。多くの大名がすでに密約を結んでおりまする。三成殿も人気がないの。三千。いや、这佐岛纪嘛，对不对？いかにすればここまで嫌わ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ょう。因为我秃头。ならば、もののわからぬ大名どもに、今一度義を解こう。義的理念。气愤而归。ふみか。また義を振りかざして、敵を増やさぬといいが。家康殿には正攻法では勝てぬ。わしと共に手を汚してくれんか、行部殿よ。もはやろくに目も見えず、下方で生きておるに。靠偏方維持生命。今さら正道を歩もうと、神仏の救いは受けられますまい。邪魔歪道。哦，他出现了。大宰府に秘匿された五国の霊石を見つけ、こたびの戦で役立ててはと申しておりまする。就这家伙。わしらも異国のものに頼ると申すか。他依靠错了，他依靠到 BOSS 那边去了。依靠错了，定下密约。大谷吉继，金华寺万恶根源，就是那个小精灵是吧？打完了。中国篇。中传。人道中传，阴阳道中传，就是中阶啊，好吧，休息了。